下，无数的心跳等你出场，放开了胆量，放纵了想象，这一刻让我尽情张扬。收看由无焊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居园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梦居园黄金精纯情更浓，今晚将会有九组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进行挑战，也许最后能够拿到那枚闪闪发光的金牌的选手只有一位，但是我要说，今晚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讲都有收获。来吧，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王浩宇。欢迎浩宇。大王哥好，嘉明哥好。大家好。来，请自我介绍一下，浩宇。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浩宇，来自吉林辽源，是一名舞者。哦。哦。那对于一位舞者，你这说的有点太多了，是不是应该跳一段？你最近不练有点抽抽啊？怎么回复浩宇？先来一段好不好？好嘞，好嘞。你别看他瘦啊，他很有力度啊。我们现在能感觉到地板在震颤啊。有点意思哦。怎么最后集中到手上了？你怎么最后跳着跳着集中到手上来了呢？因为我是一名手指舞者。手指舞，你能不能给大家简单教几个最简单的小舞？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首先那个手指舞，经常用的是三种风格，一种是拼方块的，一种方块的风格，对，跟着方块的移动，对，跟方块的移动。你能不能来点一年级的？一年级的，一年级慢动作。好，大家把双手举起来啊，举起手来，举起手来。然后双手合上啊，你的右手抬起，你的右手抬起，对，然后接着你的左手，对，啊，再来一遍，慢一点，双手合上，右手，左手，然后你的右手的食指抬起来，你的左手的食指也抬起来，用右手贴到左手，就是变成了一个方块。哇，大家好聪明啊，好聪明，好聪明，好聪明。对对对，就是，开始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嘛，它是像拼方块的一样。你好夸张啊，老师。然后我们不聪明，但我们也不傻。你才教了我们三个动作。拼完之后，然后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你去看医生，你又抽抽了。还有一种就是用街舞的那种电流，电流 wave 啊，对，这种 wave， 对。然后他的手指是，一下以上那个。两根手指并在一起，每两根抬一上一下。哇，这真挺难的啊！对对，游动的感觉。四根手指是交错。对对。这个应该到，这个有点中级水平了啊！对对对，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蛇。哇，很形象啊！那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啊？你好容易来到咱们节目，能不能给我们黄金一百秒这个主题曲编一个手指舞呢？OK， 没有问题，我编了一个黄金手指舞。黄金手，对，大家可以看完之后就可以发财了。好，好，你好好学习。灯光一刷亮，音乐又哼响，无数的心跳等你出场。放开了胆量，我放纵了想象，这一刻让我尽情张扬。闪闪闪闪闪闪亮，
跳一下，谢谢。瞎忙活。你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目的就是希望来推广手指舞吗？对对，因为我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单薄的嘛，就跟我的身材一样，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表演手指舞，让更多的人喜欢手指舞。这个浩宇很有心，刚才呢他也说到了，目前我们国内呢跳手指舞的人也不多，对对，率先来到黄金一百秒感受我们的舞台，说明什么呢？跳好跳坏大家看不出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下了台大家都可以来找我学，我免费教给大家。好，特别好。第一堂课教我们手指舞，下一堂课咱们学脚趾舞，好不好？好嘞，没有问题。那会是一个多么有味道的舞蹈啊。准备好了吗，浩宇？准备好了。用手势来说出我们的口号，来表达出来。是金子总会发光，创意一下。是金子总会发光。哇，请登上黄金舞台。请准备，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很有创意的表演，手指舞，非常棒的视觉呈现，而且不仅有艺术的表现力，而且有益身心。哇，小狗，手这个灵活的仙气传给我，特别棒，小礼物送给你，加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郭小平。你好。大家好，我叫郭小平，来自四川成都，然后今年21岁，是一个酒吧驻唱歌手。21岁就在酒吧驻唱歌手，你是自学唱歌还是？我没有学过唱歌，然后我奶奶以前是唱戏的，也可能就是遗传吧。那为什么就选择做酒吧歌手呢？我当时没有上大学，然后，报的那个专业不是我喜欢的，然后就没去上。然后报的那个专业自己不喜欢，干脆就不去了。对，然后就去。酒吧唱歌是你喜欢的。对，我一直很喜欢唱歌。你小个子，年纪又这么小，相对酒吧是一个我们大家都会认为比较复杂的环境。对。你有没有想过，你做这个职业会比你做别的职业挑战更大？其实一开始就是在酒吧唱歌，我父母他们特别不同意，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在酒吧，啊，然后就那种灯红酒绿的，可能会改变你这个人呀，或者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习惯之类的。但是我唱了还是有2年多了，我觉得我身上我自我感觉，我觉得我没有学什么坏习惯。我比如说，我现在是21岁，就是和我一样大的孩子，他们现在都特别迷茫，就是没有梦想，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有自己的目标，我觉得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可以赚钱养活我自己。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爸爸妈妈有去过你的酒吧听你唱歌吗？
没有，其实我的家人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我唱歌。嗯，因为我是留守儿童，然后从小是奶奶带大的，我小时候就是话特别特别少，就是不怎么和人交流的那种，然后我爸妈他们在外地嘛，就很少了解我，就不知道我到底是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当时就是也是没有上大学的原因之一。他一说他是留守儿童，我们心里面就软了啊，很心疼他，因为他必须要很早的独立。那你这两年在酒吧驻唱的经历，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吗？比如说在音乐方面。嗯，做酒吧驻唱歌手只是我的一个谋生的一个，对，然后其实我的梦想是想做一个独立音乐人。你会自己写歌吗？会、啊、我会弹吉他，然后会简单的那种和弦编配啊之类的。你有没有写过自己？有、啊、我最近刚刚发表了一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那年冬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歌？这个是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写的。哇，然后写的是我闺蜜，然后她早恋，然后还好，她早恋，然后从开始到分手，然后就感觉我是一直见证着她的喜怒哀乐。不要怕丢人，是自己就勇敢的承认，不要说是闺蜜。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我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就是她的喜怒哀乐在我就是都非常影响我。你已经很厉害，她早恋你早熟，她失恋了你还可以写首歌安慰她。那年冬天，十六岁女生的心声。副歌，再也等不到你的出现，只剩下怀念。好听啊，很好听啊，很棒，很有天赋。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来到黄金一百秒，其实是我的亲人，然后他们真的从来就没有听过我唱歌，我想借着一个还是真的是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舞台，就想真的好好的认真的给他们唱一首歌，然后也想让他们知道我一直在朝哪方面努力着，然后给他们也算是一个交代吧。好，很懂事，来跟家人说几句话。演唱之前，既然是第一次给他们演唱，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啊。其实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就是跟谁说的？来，先打个招呼。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就是从来没有听过我唱歌，觉得是一直觉得机会不够吧，然后终于有一次机会可以给你们唱首歌，希望就是对啊，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吧，就是对支持我。小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今天晚上当我醒来的时空，我的脚趾头在蠢蠢欲动，可是今天晚上心情很不差，想大街上走走，心情像土拨鼠在挖洞，想找到出口。看，在酒吧驻唱的新人，让他在舞台上很放松。没错。我要找到出口。还有小俏皮在里面。
今夜晚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哦哒啦当你。挑战成功！写更多自己喜欢的歌，唱更多好听的歌，加油，小平！谢谢，给你个命题作文，下次再来我们的节目，带来你的原创作品，一根金项链，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加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孙少辉，欢迎少辉。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魔术师，我叫孙少辉，大家可以叫我孙少。我呢，学习魔术时间不长，但是也有8年的时间了，所以我的朋友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赛刘谦。哇，口气不小啊！没错，怎么觉得你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啊？好，当然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啊，你的绝活。好，麻烦道具老师上菜。哦，不过我倒很喜欢这样自信的选手啊。好的，其实很多人呢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说魔术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其实魔术师的生活呢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我们魔术师身上呢也有带钱包，但是钱包里面装的钱太多的话呢会哇烧得慌。所以我的钱包里面呢只有一张面值10块钱的钞票，但是10块钱的钞票在商场消费不用的情况下怎么办？仔细看会变成一张50块钱钞票。我们这么近都没有看过。10块钱钞票还不够用呢，仔细看，1、2、3，会变成一张100块钱钞票。好，现场的观众朋友看这个魔术的表情呢，跟我第一次看这个魔术的表情是一样的，都是忘记了鼓掌。不错不错，我觉得就他这开场这30秒钟，有点感觉啊，很脆，口风不错。对，然后就结。结束了，不是他抽我，你什么意思？需要托，对不对？杨帆老师，你们有没有带一张现金在身上？我你找我就找对了，你叫赛刘谦，没错，在主持人当托，我叫赛董卿。你们俩绝配。来，好，我这有一张100块钱的，但我不能随便给你。我的要求很简单。什么要求？最近生孩子之后啊，这个钱不够花，能不能破个大票？当然可以。你咋才来呢？好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可以把一张100块钱钞票呢变成2张，但是呢他们往往变的都是假钱，不是真钱，就算变出真钱也不见得会还给你，对吧？对。但是呢我绝对变出来的是真钱，而且我肯定会还给你，就算你不要我都会强迫你收下。哇，这么讲究。是的，没错。首先仔细看这张钞票呢，在我的手中，第一步呢把它对折，然后呢慢慢的再对折一次，然后呢对折第3次，好，最后一步就厉害了，还对折一次。好，这个时候呢只要轻轻吹一口气，首先你会发现这个钞票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哎，然后打开之后呢果然变成了2张。谢谢大家。好，我说过我变的钱呢绝对是真钱，而且我肯定会还给你，就算你不要我都会强迫你收下。好的，表演结束，谢谢大家，掌声鼓励。我喜欢，我喜欢这个魔术，希望大家喜欢。我不喜欢。没了？有啊，你给我变呢。我那100块钱是这还不够吗？下半个月的生活费你就给我变没了，我这20块钱。好吧，那我刚才给杨帆哥开了一个玩笑，说来把这张2张10块钱还给我。好，首先呢这一步呢比刚才一模一样，第一步呢还是把这2张钞票呢对折一下，再对折一下，然后呢不断的对折它就会不断的变小，最后一步还是要对折一下，然后呢吹一口气，首先你再次发现这个钞票呢颜色上发生了一个变化，然后慢慢的打开之后呢果然变成了2张100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怎么样观众朋友，通过我的表现大家看出我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吗？我也不是。哎，等等、啊、你再借我一张，我先借一张。你想翻个本是吧？我再还你一张。好，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聚宝盆，这是我们魔术师专用的。首先呢我会把刚才这张100块钱钞票呢放到这个聚宝盆里面，不用做任何手势，只要大声的说出我爱杨帆，你就会发现慢慢
杨帆哥，谢谢朋友们，再见，我下班了。开心吗，杨帆？刚才仔细看了一下那个钱，上边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它上边写的是中国魔术银行，那是假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工龄注入工作。你这个拿叉子什么意思？魔术师就是用到一些生活当中越简单的东西最越神奇。好，这把叉子呢，第一步非常简单，把这把叉子这样放在我的左手上，然后呢用一根手指这样轻轻的摩擦一下，慢慢的你会发现这把叉子呢又会发生一个很奇特的变化，它会自然的弯曲，然后整把叉子呢像这样经过空气的震动继续摩擦，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像这样你发现这把叉子的侧弯成了90度。但是在魔术的世界里边呢，即使是你亲眼所见到的现象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说当你看到它弯曲到90度的时候呢，它也只是你眼中的一种错觉。哦，其实正常，哇，太棒了，谢谢。而且还没有结束呢，杨帆，魔术还可以继续。啊，现在叉子又回到他手里了。当然，当然，当然。好，其实正常来讲，一般的魔术师表演到这个位置他就结束了。但是对我来说呢，我特意加了一段。比如说呢，刚才是我们是弯曲的这个区域，对吧？现在只要轻轻的晃动一下这把叉子，慢慢的你会发现呢，就连叉尖也开始发生弯曲。哦。然后接下来呢，会借助地球的吸引力，从上往下上这样。你发现这把叉子的叉尖弯曲到90度，当这把叉尖弯曲到90度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的甩动下整个叉子，慢慢的你会发现整个叉子呢会彻底的分叉。从现在开始呢，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会催使这把叉子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软。你会发现，就连最坚硬的叉柄也会发生90度的弯曲。当这把叉柄弯曲到90度的时候呢，我们让叉尖弯曲180度，现在这把叉子就变成了一把特别好看的工艺品。谢谢大家。哦，好，杨帆老师再次的检查一下，确定它就是普通的叉子。你可以稍微用点力气，轻轻的掰一下。不用了，挺好。我决定回去拿它吃蛋糕去。谢谢。来，掌声再次送给孙少辉。谢谢。非常非常棒。我们就更加期待你主舞台100秒的表演了。好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100秒计时开始。希望你早日上春晚，希望你给大家带来更多比刘谦还精彩的魔术，比刘谦还精彩的魔术。上了春晚，别忘了我，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小辉。能当托了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宋良记。哎，大家好，我是宋良记，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武装保卫科，我是个保卫队长。习武多少年了？30多年了。30多年了。哦，这个咱们中华武术分各大门派，兵刃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您练的是哪样兵刃？我练的是中国即将失传的绝技。什么绝技？暗器。练暗器的。哇，这属于什么兵刃？但的确是啊，咱们只是在小说里面看到那种描写暗器的厉害，生活中遇到，对，那也就是说手软的。哎，我们还第一次，我们能先看一下吗？对，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暗器是什么。叫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无语剑。无语剑，哇，很沉。这个小说当中是不是藏袖子里面这种？对，来，我们俩互相扔一下。大哥，你能主持吗？你要能主持的话，我们俩。你也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古人呐，这个大侠暗器都怎么使用？这个在古代，发飙的时候，有一个道义一定要讲一下，扬帆接镖，对，哦，一定要喊，对，偷偷摸摸的不行，然后再打出去。虽然叫暗器，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下，对对对，就是我们出暗器的时候必须要先喊名，先喊名，扬帆，看镖，练会这种暗器之后，就是。生活中的日用品也可以作为武器使用。生活中的日用品也可以当成暗器，因为你的力量足够。比如说，螺丝刀、电焊条、铁钉，甚至我们吃饭的筷子，筷子都可以作为武器。我们现在就是我来展示一下这种手法的力度。好，好，来，咱们有请你的助手，好吧？好，欢迎小伙。杨帆老师，检查一下。建明老师，你检查一下这个盆。啊，对，这是一个搪瓷盘子，拿着就像，怎么突然觉得您可怜可怜？宋大侠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准备，你不会把它给？我要用这个筷子，把这个铁锤打穿，把这个铁锤打穿，打穿，对，打穿，对，开玩笑。我请咱们现场的观众把掌声先给我们的小助手，好不好？拿筷子，杀！哇！杀！杀！哇！我的天哪！这是刚才哇！这个主要是利用长时间训练手腕的爆发力。啊！我们练暗器主要是手法。而且大家看这个，我们如果能拍到一个特写，刚好掉了这根筷子这个眼儿，像不像弹孔？真像一个子弹穿过去。有意思吗？没意思。这我不练这个了。来，大侠还有什么绝技？我还有我的独门绝技，吹剑。吹剑。吹剑。我曾经问个不休。那是吹剑。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吹剑。我是利用中国的气功和国外的吹筒，然后练。自己炼制出来，内核是中国的气功，对，外在的表现是吹功，对。哦，还不看，还好，不看也好，是。哇哇哇哇哇！小伙儿，一会儿我们喊什么你都不要回头，好吧？天哪！你看，这深深的扎进来啊！你看有多深？我这往里边插都费劲。没错，他这个有多大的力量？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呀，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不要轻易的模仿啊！这是专业的训练和表演。那宋大侠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是简单展示了这两下，还有其他的绝活吗？还可以再刺激一点，打个更小的目标。小到什么程度？乒乓球。哇、wow. wow. ！小伙，这个乒乓球也得你来啊。
你怎么那么倒霉呢？哎，帆哥想玩一次，来。这是我的徒弟。真的穿过去了，而且其实是有点偏，但是你看他这个力度哦。现在啊，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您带的也有这样的徒弟，教的是暗器。对，您这个收徒弟应该，通俗的讲，我希望你教的都是好人，你懂我的意思？我收徒弟首先不只是注重他的资质，而是人品。人品是第一的。因为这种暗器它隐蔽性比较强，杀伤力大，触手伤人，所以说我收徒弟比较严格。今天呢，就是来到咱们黄金100秒这个大舞台，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这个武术绝学没有失传。我会挑一些好的徒弟，在强身健体的基础上把它传承下去。等等，说到这儿我就得把徒弟请上来啊。我们已经有榜样了，小伙儿从面相上就是很憨厚实在。没错没错。来，你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西班童，来自天津，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一名旅行社的部门经理。哦，所以你学这门技艺是你的业余的爱好？我还有一个业余工作是射箭教练。射箭的教练。对，所以说你跟师傅多久了？大概其半年了吧。师傅为什么要收你？我比较老实吧。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师傅最后决定收你，对你有什么样的考核吗？或者考验？师傅跟我认识了一个月才收我为徒，然后在这一个月里每天都是我们爷俩在聊天，都是各种的考我的品行。聊了一个月的天儿。对，还好他是天津人，不怕聊。来，掌声送给小伙，好好学习，把我们这门传统武术的技艺传承下去。宋大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怎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吹的时候，您把三管再合在一起呢？您吹的时候是这一头，全靠感觉把它找出来。他等于用双眼来瞄三个目标。全靠感觉，对啊。他要判断距离，对，因为他没有准心啊。他是感觉来找距离啊，找准确度。我的天哪！而且最让我们感到诧异的就是你的徒弟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他那么淡定，所以说明他充分的相信你。
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啊，向您表示崇高的。你敢不给？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肖晓。Hello，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哇，很有幸啊，你是第一位。头发都闪着金光的选手，我叫肖晓，来自楚风汉运的江苏徐州。能看出来我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吗？嗯，厨师。你也真敢猜。我猜餐厅经理。跳手指舞吧。应该，其实你应该是舞蹈演员，而且是你的舞蹈风格应该是偏现代的。我觉得嘉明哥和杨帆哥就是猜对了一半，我呢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舞蹈演员，就是而且我主攻的舞蹈呢就是爵士舞和古典舞两种完全风格不同的舞蹈。这是你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所以在发展的一个艺术方向吗？可能跟我父母有关吧，可能。哇，这说越说越深了，跟父母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像我妈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特别活泼一老太太，游泳、跑步、暴走、跳舞，然后各种聚会。像我爸就是属于那种特宅的。所以妈妈外向，爸爸内向。对。所以你的身上既有外向和内向的双重性格。嗯。是吧？对。所以也就是说，意味着将来你成为舞蹈家之后，观众买票，看你什么风格。全凭你的心情。对，我觉得说观众应该是说赚到了，他可以看到两种嘛，对不对？这样能不能让他简单先展示一下？没错。你现在心情是打算跳哪种类型的舞蹈？要不然先来一段古典的呗。好，行吗？原则上来讲，跳古典舞的女孩很少有敢穿这么高跟鞋的。没错，你像你跳那段舞的时候，我想起了你爸。太内向了，对，来个妈妈的舞蹈，那就是来一段爵士舞呗。好。伯母你好，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阿姨长得真年轻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两位主持人的风格就是和古典还有爵士然后也特别的搭。杨帆哥就属于那种特活泼的那种，特爵士。对，然后嘉明哥就属于那种大气稳重特古董的那种啊。就是特别有内涵，古典音乐 classic、就是古董的意思。我是 jazz。 那你想干什么？咱们现场 battle 一下怎么样？你来爵士，他来古典，你代表我，我们融合一下。稍微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准备好了吗？活学活用。你们俩现在是一种风格，来转古典。是悠悠一抹斜，一心一笑，有谁懂得欣赏他？哎，怎么还成了抱你了？阿姨，你真的好温柔。就是你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还有一段心里话是想对爸爸妈妈说的。对，因为像我爸的话就是比较宅嘛，我都喊他老宅男，然后他就是平时的话就是不太运动，因为我特别喜欢出去玩，特别喜欢出去旅游，然后每次我带我妈就是去国外旅游的时候，我都说爸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不去。所以我就想对爸说，就是别老在家宅着了，就是不要老在家看电视，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可以一起出去旅游。那叔叔啊，刚才杨帆啊给您做了一个示范，女儿最大的心愿是以后回到家里面她跟您跳刚才那段舞。没错，而且叔叔跟您打个赌，
今天您女儿来到这个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了，如果她接下来的一百秒真的挑战成功，您就答应她的要求，全家人一起行动，一起旅游，好不好？如果她失败了，你爱在家干啥干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混搭的风格啊，其实它只是用了一些元素啊，头饰上面采用了一些戏曲的元素。不要忘了，萧晓是双子座，他一直强调他的融合和混搭。所以你觉得它中间一定会有变奏？没错。融入了一些戏曲里水袖的元素。我觉得传统的艺术会给你更多的创新的灵感，加油加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刘菊玲。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林子。刚才登台的时候杨帆还说，我说有请刘菊玲，然后他说这不是邓丽君吗？嗯哼，在武汉的话被誉为江城的邓丽君。啊，那你本身的职业是歌手吗？我原来呢是做那个服装设计师。啊，服装设计师。对。真的假的？您这身衣服是您自己设计的？对，为了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专门准备的。哎，因为我们是黄金一百秒，黄金舞台。对，黄金旗袍，好有钱。对，设计的好漂亮。哎，那给我们两个人可以有一点点什么小设计吗？为两位老师也特别设计了两个领结吧。这个两个领结，谁适合戴哪个呢？这个灰色的暗格子的呢，特意为那个杨帆老师设计的。哦，我以为这个也这一款适合他了。这一款呢，因为它那个基色是灰色的，它是一个中性色，比较的百搭那个。我怎么就适合中性的呢？大家说杨帆老师，那个杨帆老师是不是那个？是不是？你把话说完，大姐，我给你听完。我怎么了？是不是？百变男神，对不对啊？哦，百变男神，大姐，我喜欢。那你说说为什么？花里胡哨的是给佳明设计的呢。好，这一款呢它是一个深蓝色的基调，它里面呢有一些小花呀，红色的呀，从那个冷色当中比较稳的那个颜色当中呢显得又比较跳跃一些的元素。谢谢，其实特别谢谢林子，我刚才一看我都觉得这是属于我的，因为说明你真是很有心。比我自己那好看。谢谢啊，大姐。哦，哎，好看好看。这种感觉是不是配在今天那个嘉宾老师？谢谢是吧？杨帆老师这个感觉大家看到。有时候他这个小调剂一点缀一下，反而有不一样的感觉。我真没你们这么挑剔。
我是只要有礼物就收。那我也想请问大姐，之前您是做这个服装设计啊这些方面的工作，现在呢您还做这样的工作吗？现在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对，就是心理医生吧。哦，那您通过望闻问切，你看他最近有什么样的心病？那我挺好奇的，那您学什么专业的，最后怎么会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呢？在谈恋爱期间吧，就是很盲目很草率吧，就没有顾及到就怎么样去恋爱呀，怎么样去在这个方面多了解一下，然后就很匆忙的结婚。以后呢，后来感觉到两个人不是很合适吧，就性格方面发生了那个婚姻的变故以后，我感觉到那段时间很低落，后来那个服装这一块我就放弃了，也调查了一些社会的一些现象吧，感觉像我这样的情况特别的多。我明白了，嗯，是因为您自己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对，你希望能够帮助别人。对对对，你希望其他人不要再去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对，这是您后来从服装设计师转为心理咨询师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对对对，这就是一个转折点。转折点跟自己的经历有关。对，那邓丽君的歌声也是跟这个转折点有关系吗？听邓丽君的歌给我了一些慰藉，也给带给我一些快乐，我能够登上这个舞台在这里为大家唱歌，我真的感觉很荣幸。我希望把我的歌声呢带给全国人民，然后给大家带来快乐。好，你准备好了吗？明哥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最温柔的口号啊。来，请登上黄金舞台。也再次感谢您的礼物。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是你是你，梦见你就是你，在爱里。好，谢谢，掌声送给林子。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杨国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杨国强，来自湖北武汉，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如果你打上我的车，那你就赚了，不仅我能够安全准时把你送到地方，而且还能让你听一场免费的演唱会。谢谢。言简意赅，但是充满自信啊。哎，是的是的，基本上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有必要来模拟一场。好，杨帆师傅，你到了武汉了？我到中央电视台。人家在湖北武汉。啊，我到湖北电视台。好，好，你坐好了。师傅，你别蒙我，咱俩这坐姿，我是司机呀、啊。你们俩得换位。对，对，这方向盘在那边。啊、师傅，您看这个路况不太好，前面有点堵车呀。对。啊，那这怎么办？怎么办呢？现在我们都在宽阔的大道上，家民扬帆，现在不要慌。我在后座。我保证送你们去黄金一百秒，一定不会迟到。
家的路上鲜花怒放。谢谢，这完全是专业级的演唱啊。好听，虽然堵车堵了那么久，我这个低费也高了，但是听了这样一首歌也值了。但是通过刚才这样一个小互动，我发现一个人的人品问题。李佳明，你为什么坐后座？你是不是不想买单？对不对？好，谢谢师傅。虽然堵车，但是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好，这是给您的现金，不用找了。听了您的歌很愉快，我下车了。好的，我就来一首不要掉了东西的《行李之歌》。哦，还有一首歌啊。好，那我再听一首再走。好。手招哎，谢谢。还有点，听完以后还有点舍不得，要不然再坐一圈。基本上我从1996年开出租车，基本上出租车就是我的舞台，20年了。对，因为我那个是被蒋大为老师给害惨了。你等会儿，你这话说出来可负责任啊！被蒋大为老师害惨了。对，你看你就不了解方言。哎，因为武汉跟重庆同饮一江水，这个惨了不是抱怨他，对吧？对，这个惨是个程度副词，就是受蒋大为老师的影响很大，就害惨了。嗯，那我可被李佳明害惨了，那是真惨。在我大概10岁左右的时间，大家可能知不知道蒋大为老师的成名的《牡丹之歌》？对，《牡丹之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很穷，买不起收音机，是在固定的时间，每天就是说播3次，一到固定的时间，我就到处找收音机，到处找，知道吧？你不会是这么从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因为小孩子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声音，觉得蒋大为老师声音太觉得他的声音是天下最美的音色。对，结果然后就是为了生计就开出租车了。就是把出租车最后从1996年开始做我的舞台，实际上我的观众是非常多的，我20年每天以30人的这个比例撑下去，乘客非常多，所以我能坚持下来，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乘客，我开车的时候唱给他们听了之后很多鼓励，所以这样我一直就坚持下来。那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谁鼓励您从车厢走到更大的舞台？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没放弃，就是说一直想把自己最好的声音，我以前的舞台是出租车，是很小的一个空间，对，现在有很多给老百姓创造那种好的机会，这么大的舞台，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就是在武汉去海选的时候我就报名了啊，就是这样的。武汉一共有多少出租车？武汉有13000多台。所以今天你也是这13000多名出租车驾驶员的代表和形象。我估计因为您今天的演唱，可能很多人都会更愿意去武汉旅游。谢谢。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者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好，黄金100秒计时开始。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原上草，芳草连天才有那个春呀春意浓。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无边的海。大浪淘沙托起那个巨呀巨轮起，家到他盼富裕，国运他盼长生，老百姓
要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好好心思千秋，哪个完待了美女，家道那盼富裕，国运那盼长生，老百姓咋盼的是祥和万事兴，谁知要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好好心思千秋，哪个完待了美女。挑战成功，谢谢谢谢祝贺谢谢祝贺谢谢。我相信今天这期节目播出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慕名坐您的出租车。好，谢谢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刘山。你好刘山。欢迎刘山。好，来珊珊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我叫刘珊，今年22岁，来自于河北邢台，现在是一名舞蹈教师。那你是教什么风格的舞蹈呢？我是教民族舞的，我从小学习民族舞，对民族舞呢有一种自己很独特的见解和想法。哎，我们就喜欢这样有个性的选手。其实我们经常见的民族舞蹈呢，就是藏蒙维朝傣，还有很多人口比较少的一些民族，像彝族、苗族，就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对对对。但是呢，依然是这种很有特点的民族舞蹈。对。你比如说？比如说彝族吧。彝族舞蹈。彝族有一种烟盒舞。烟盒舞。对。烟盒。对。这是烟盒吗？这个烟盒呢，在彝族是以男性同志来装烟丝的一种工具。哦，装烟草的。对。啊，所以他们后来发现这个可以弹出很清脆的声音。哦，手指弹，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段？彝族的烟盒舞。鸟毛哎熬红毛。好，我在想这个舞蹈肯定跟爱情有关系。怎么讲？女孩拿着心爱的男生的烟盒，打着节奏来跳舞。说什么？啊，老公啊，就戒烟了吧，就别抽了，以后这让我弹着玩吧。他老公说好，老婆，那我就不抽了。哇，这是一则很好的公益广告。这是烟盒舞。啊，还有其他的吗？很有意思。这个小舞种有一种动物叫锦鸡。锦鸡。嗯，对，锦鸡呢，五彩斑斓的。对，当地人呢会拿锦鸡的这些动作去模仿它的动作。现在在苗族呢，这个锦鸡舞是男孩和女孩一种传情的方式。哎，还是跟爱情有关。需要配合吗？你是男生吗？他说是男女对跳，你跟着一起来就行了。大家看右边啊，右边是正版，左边是盗版啊。苗族的锦鸡舞。啊。哟哟，还不错哎，还知道踢早了。感觉这个舞蹈是不是取材于过河啊？所以我们56个民族啊，每个民族的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音乐和舞蹈都有很多博大精深的艺术在里面。没错。对。珊珊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你刚刚舞蹈学院毕业，22岁，为什么没有想到像到台前去发展，而要选择做老师呢？我还是觉着咱们自己中国民族的文化应该传承下去。如果大家都不去传承的话，慢慢的它也许就真的会消失，会没有。我在教小朋友，就是3岁4岁的小朋友，然后我用弟子规呢编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舞蹈。哦，弟子规也能编舞蹈。老师跟我们跳一段吧。好的，接下来呢老师做动作，你跟老师一起学好吗？好。好的，准备，弟子规。啊，圣人
信，手孝弟，字谨信，泛爱众，儿亲人，有余力，则学文。啊，很好，小朋友应该很喜欢这种形式啊。珊珊，你努力，此生把四书五经都编成舞蹈，你就名留青史了，没错，载入史册了。你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呀，舞蹈教育家，而且他很有心啊，他其实是在钻研嘛，对不对？没错，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创新，加油，看好你，好，给你点个赞，谢谢杨姐姐，谢谢杨姐姐，准备好了吗，珊珊？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100秒计时开始。珊珊，这是你的学生是吗？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我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文化发展有一句话，我们有文化的高原，但是还缺文化的高峰。借你刚才这100秒的舞蹈，希望你们能够勇攀艺术的高峰，加油，珊珊，小礼物送给你，加油加油。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李露玲，欢迎露玲。杨帆哥好，我不喜欢这位选手，为什么？他老给我们打针，我不打针，不打针呐、啊，不打针，那可以离你近一点。我们打屁股。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露玲，来自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人民医院，我是一名护士，谢。其实我看到露玲很亲切。我是做过手术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住院的时候，真的患者躺在病床上特别无助，而且现在，有时候规定也不能家属24小时陪同的时候，一个人在病房的时候，护士就是我们的亲人。对。那这样吧，既来了，我觉得也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当地这个医院护士的风采。比如说做儿科的护士是不是就比较难一点？说到这儿，还真是向你请教啊。小朋友都怕打针啊。你作为有经验的护士，会不会有？你比如说像这位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一看就是不大好哄的那种。我给你准备了。哦，好。就是准备了一个就是特小的那种，特小，这很小啊，针扎呀。来，我们来模拟一下，杨帆，你辛苦你啊，回到你的童年3岁的时候。杨帆小朋友，今天。怎么了？今天
天是哪儿不舒服呀？我看见针就不舒服。没有针呀，你看哪儿有针呀？在你兜里呢，线往里揣呢。兜里没针，有糖呢，你看。啊，这个可以有吧？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然后今天几岁啦？三岁了。天哪，三岁了。那平时在家是不是听话的孩子啊？特别听媳妇儿的，不是特别听，特别听我妈妈的。那今天在这儿要乖乖的。今天你不舒服，然后来看病。你看医生刚才都已经给你看过了，然后现在给我们得用点药，然后好了之后还要吃药。吃完药打完针，我就可以上幼稚园读书，和小朋友一起玩呀。我还得回去上幼儿园，我不想去。幼儿园就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愉快的玩耍呀。好吧。好吧，感觉你媳妇儿在幼儿园，想见媳妇儿。那我把裤子脱一下吧。啊，得脱裤子，要逼真。然后擦点药，你看有没有觉得凉凉的，挺舒服吧？然后别动哦，我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咻！啊，好了好了好了。你的才艺是什么？是唱歌。哦，喜欢唱歌，在医院里面。因为就平时比较忙，都处于那个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我们医院领导经常都会，搞一些这些活动，然后让大家放松放松。好的，即将要登台了，和医院的同事们说几句话。谢谢山上的朋友，我会加油的。山上的朋友，你们医院在山上吗？我们不是山城吗？山城啊，泸州是山城啊，所以你们习惯叫山上的朋友。山上朋友就是口头语嘛，我们习惯了。准备好了吗，陆林？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请准备，100秒计时开始。我的情人，我的心，我的梦，我的灵魂，给一个人。我的情人，我爱你，我相信我是你的梦中情人。爱要算好时辰，我来拨快心中幸福的时针。嘿，你是个好人，让我漫步云层忘记了苦闷。啦啦啦啦，爱情让人头昏。啦啦啦啦，思念让人心疼。不再问，我心里确定你是我的 number one。 Yeah, yeah, 我的情人。谢我的情人来了。谢谢陆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无焊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君园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梦君园黄金精纯情更浓。马上进入我们的再战100秒，三位选手分别是第一轮观众支持率前三名的选手，第三名郭小平，第二名萧晓，第一名杨国强。好，祝贺以上三位选手进入到了今晚的再战100秒。首先掌声有请杨国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风雪的边
谢谢，掌声有请萧晓。小平，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再次请上这枚闪闪发光的黄金奖牌。本节目的奖品由无汗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纪元黄金提供。梦纪元黄金，金纯情更浓。我们进行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我们投支持票，请记住，投票编号一号杨国强，二号萧晓，三号郭小平。谁是今晚您心中的黄金选手？请投票。本栏目奖品由无汗料焊接技术专利品牌梦纪元黄金独家赞助。梦纪元黄金，金纯情更浓。投票结束，现场观众今晚决定将这枚奖牌赠予舞台上的，赠予舞台上的三号郭小平。最开心的心情，大声地喊出黄金一百秒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谢谢谢谢，祝贺我到了，也再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我对沉默的渴望，你热烈的目光，让热血发烫。闪闪